好，叔叔要喷了哦。接下来我们来清一下这个油管，油管的这 YouTube 呀，来，给它放大嘞，哎，来这个轻轻的，嗯，哦，来，升起来。来，镜头来到这边，看他喷油。好，叔叔要喷了哦，一二三，就剩一种轮杆了。非常的脏，再放大吧。哦，好袂歹看，真疗愈哦。安尼，摆拢是种品质疗愈。还有这个，它这个不会很多油，不会很多。好，缩起来。好，叔叔要喷了哦，一二三。